时刻表上的信息，还有最后一艘船要到大理岛。龙采姬都到最后阶段了，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会有嘉宾呢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到港口去看看吧。旅行者，嗨萌，好久不见了。哇，是星海和五郎，没想到海奇岛的仙人神巫女和大将也来参加荣采祭啦。对，不过我们并不是以海奇岛管理者的身份，而是以个人身份受到了邀请。最近难得海奇岛事物不多，我又想买些书，于是就决定来一趟。五郎其实对荣采祭兴趣不大，但听说我要来离岛，就也跟着一起来了。毕竟珊瑚宫大人要离开海奇岛，而且今天还要去见笔友，我身为大将，当然要确保大人的安全。笔友？对，我们是最近才认识，然后开始联络的。我和笔友对轻小说的口味很接近，经常能聊到不少有趣的想法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有针锋相对、互不相让的时候。因为我们这次都会来荣采祭，所以决定趁机开一场小说鉴赏会，聊聊彼此对小说的看法。听起来好专业的样子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既然都喜欢小说，要不要试着一起创作？说不定还能改变当今到期的文坛局势呢。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想法。快到见面的时间了，我和五郎要准备去约定地点和对方会合了。星海，其实我有点好奇你的笔友，我能不能也跟过去看看？ 你放心，我就远远看一下，不会打扰你们聚会的。让我想想。你们二位应该没有问题，那就一起去吧。约定的地点就在这里了。周围没有其他人，看样子是我们来的比较早。哎呀呀，让我看看是谁来了。神子，糟糕了，没想到竟然碰到了神子。神子和星海不仅分属两个阵营，信仰的神明也不同，他们两个之间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吧？不愧是明神大社的公司大人，果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不愧是海奇岛的领袖，虽说看起来就像水母一样柔弱，但就连说出的话都是有毒的呢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你好，初次见面，玲珑油豆腐小姐。请多关照了，深海蛇平鱼小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原来新海的笔友竟然是神子吗？不对不对，看他们两个的样子，根本就是早知道彼此的身份。这么说的话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明明只是来和深海蛇平鱼小姐开小说鉴赏会的呀。我们走吧，鉴赏会的地点就在上面的勘定奉行府里，那儿风景很好，特别适合喝喝茶聊聊创作。什么样的小说鉴赏会能开到勘定奉行府里去啊？会相信才怪呢。我看你们这次聊起来就不是改变道奇的文坛，而是要连整个道奇的局势都改变了。海奇岛不久后会与幕府针对道奇未来的发展进行正式会谈，在会谈前这样的非正式会晤也是必要的。对，尤其是我这种幕府之外的人出面，会更方便帮大家摸清彼此的底线。只不过这才是我们第一次会面，对一般民众来说，公布消息还是略早了一点。原来是这样。说起来，怎么没看见你们的大将？你不是说他也会一起来的吗？咦，对啊，五郎他怎么突然不见了？五郎他帮我去采购书籍了，所以这次鉴赏会就不来了。哎呀，真可惜，我还以为又能看到他那双毛茸茸的耳朵了呢。旅行者，借一步说话。我之前就隐约感觉到五郎不善应对八重公司，所以这次一开始我才不想让他跟我来离岛。刚才他一看见八重公司就躲了起来，恐怕是本能反应，但五郎责任心又很强，今后见到我肯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，所以我想把采购书籍的任务交给他，也能让他心里好受些。但五郎之前很少买东西，所以我想拜托你们跟他一起去。新海，你就放心和神子开会，买书的事就交给我们和五郎吧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这张纸上我列出了要买书籍的清单，你把它交给五郎吧。你们俩，没想到那个女人竟然会突然出现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就已经躲在这附近了。我明明是为了保护珊瑚宫大人的安全才跟来的，结果却什么都做不到，反而成了她的负担。五郎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其实新海他托我们来告诉你，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。这是珊瑚宫大人的采购列表。我明白了，大人是希望我能将功补过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五郎，我们也陪你一起去吧，我们刚好可以作为向导陪你在荣采机上转转。太感谢了。书单上有一本叫做《影像山之夜》的童话书，应该就是在这个摊位售卖的。童话书？对，这是珊瑚宫大人买给海奇岛的孩子们的。珊瑚宫大人说，这本书用词浅显易懂，很适合用来学习认字。你好，请给我5本《影像山之夜》。
谢惠顾。哎呀，这位客人您真幸运，刚好买到了放有赠品券的书，可以额外获得一份奖品。哇，还有奖品可以拿，好棒呀，五郎。这是赠送您的狐狸玩偶，请您收好。什么？狐狸玩偶？哎，这位客人您怎么了？好像尾巴上的毛都竖起来了。不，我没事，谢谢您的赠品。这个狐玩偶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请你收下吧。啊，就当做你们陪我来买书的谢礼好了。哎，看来五郎现在都没从见到神子的心理阴影里走出来呢。接下来的话，虽说不是这次行程的重点，但我们先去买轻小说吧。书单上说，《陈秋实践录》的新刊，是拜托一个叫小野寺的编辑事先买好的，还是不要让对方等我们太久。这个人我们认识，我们带你去找他。请问你就是小野寺先生吗？我是来拿深海蛇平鱼的那本《陈秋实践录》新刊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书在我这里。听说深海蛇平鱼小姐是荣采记的贵客，但因为船只时间问题，所以没能赶上签售会。此外还有这几本书，如果有存货的话，也请每种都拿给我一本吧。好的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位客人您真是幸运，您刚好是购买哈马瓦兰战记的第一百位读者，所以可以获得由八重大人亲笔提写书评的特别版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位客人您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。我没事，谢谢你，这本书我就收下了。这本书毕竟是深海蛇平鱼小姐拜托我买的，而且得到了带书评的特别版，她应该会开心吧。五郎看起来好勉强啊，真不知道该说他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对了，客人您刚才购书的金额已经可以参加八重堂的幸运抽奖了，请跟我到抽奖台那边去吧。客人，请您在这里进行抽奖。您只要转动这个把手就好，稍等片刻就会有奖球掉出来，说不定您就是今天的幸运儿哦。五郎，试试运气吧。让我看看，金色的奖球，好厉害！这位客人竟然抽中了特等奖。五郎，我发现你今天果然特别走运。说起来，特等奖能得到什么？特等奖将会获得八重堂出版的全部轻小说一套，不仅奖品会由八重神子大人亲自颁发，并且还能获得与八重大人握手留影的机会。什么？不仅要见到那个女人，还要握手留影？什么？这个小哥抽中八中堂的大奖了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全部轻小说一套，哎，这可是值好多钱呢。那个，
编辑小姐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其实我不想要轻小说。哎，客人的意思是要放弃奖品吗？五郎，不要放弃奖品啊！如果你不想见神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并不是要放弃奖品，而且颁奖和留影什么的，我也都可以接受。不过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想请八重堂把奖品换成等额的农业科学书籍。农业科学书籍？对，我们海崎岛的土地贫瘠，粮食收成不好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新途径，帮助居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深海蛇平鱼小姐这次来荣采季的重要采购任务，就是挑选一些作物种植、水产养殖类的书。如果能换到这类书作为奖品，那我们就能省下不少钱，深海蛇平鱼小姐就能再去挑选一些其他有用的东西。原来如此，客人的想法我已经清楚了，不过这件事我无法做决定，必须由八重大人定夺才行。我现在去联系八重大人，请客人到五歌仙广场那里等候回复，根据情况也有可能会由八重大人亲自与您商量此事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对付神子，却不仅答应了参加颁奖，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真的吗？当时我只是一想到珊瑚宫大人的嘱托，还有海崎岛的居民，就一下子有了勇气。我可是海崎岛的大将，怎么能输在这种地方？现在我已经找到领兵作战时候的感觉了，接下来就算是八重神子亲自来谈判，我也不会被他的压迫力影响了。吴郎，你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紧张。大概是因为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提出什么捉弄我的要求吧。几位，抱歉让你们久等了。情况怎么样？八重公司他说了什么？八重大人说可以答应客人您的要求，把奖品的轻小说都换成农业科学类书籍。太好了。而且八重大人说，考虑到客人您使用书籍的目的，还可以额外多赠送您一些。您现在就可以跟我去八重堂的仓库选书，客人乘坐的船是明天晚上，选好的书籍会由我们打包直接送上船。直接打包？那颁奖仪式该怎么办呢？八重大人说，选书会耗费不少时间精力，为了让您能在荣采记上有一段美好的回忆，颁奖仪式就取消了。不过他给您留下了一封信，您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再读。没想到八重神子竟然会取消颁奖仪式。我之前一直认定了会被他狠狠作弄，现在看来是我太狭隘了。那先跟这位编辑小姐去选书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好，那就明天晚上再见。有奖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，欢迎参加。
就要乘船离开了，我们去码头跟他们告个别吧。旅行者派蒙，谢谢你们过来送我们，很有价值。小说鉴赏会很成功，也让我对未来的正式会谈充满了希望。而且五郎也立了大功，一下子就为海奇岛争取到了这么多有用的书籍。虽说是我抽到了大奖，但这些书归根结底是八重神子送的，我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好好谢谢他才行。对了，昨天八重神子好像给了你一封信，他说了什么吗？啊，我差点忘了这件事，让我拿出来看看。五郎，我猜你刚刚听说有颁奖和合影的时候，心里一定非常不安吧。没想到你不仅接受了那些条件，并且还对我提出了要求，你的这份勇气赢得了我的尊重。那些书籍是我送给海奇岛的一点心意，也是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对了，读到这里的你一定非常感谢我的善解人意，想要找个机会报答我，对吧？你的机会来喽。下个月八重堂会举办一场活动，我们会找人装扮成轻小说中的角色，与书迷们亲切互动。五郎，你不仅有耐心，长得也很清秀，不如就过来帮忙吧，我会专门为你量身打造一套造型。顺便说一句，是女装吗？